他洗的鞭子多，就没有营养了。对，是吗？那个哦，就变黑了。他们全部那个皮洗掉了。是吗？对对对。啊，好，没关系，碰不着。我说老浩，我这还没错过这样的，谁来买东西？我们也都是你是谁上的？像这儿来的人，我说都是，但是也有个坏老太太哈。那个老太太呀，我儿子总说，哎呀，他买，去年他买要，去年打工不是受税了吗？